芒果 TV 重磅推出的中国首档全时在线智力问答节目《百万秒问答》正在火热报名中。你以为按照我们之前宣传的调调，《百万秒》里只能出现明星蔡康永？那你就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。《百万秒问答》中还会有一个专为铁皮花式党设立的环节——明星出题时间，在这里成堆的你们喜欢的当红女神、萝莉、小鲜肉和帅大叔，这个女主、那个女主啥的，都会在9月30号到10月7号来为你出题。话不多说，首先来公布第一位前来送题的女神，当当当当，她就是美丽与智慧并存的美女高圆。最高是几级呢？再来再来，答案是光是看花絮就已经被圆圆美醉了。究竟我的圆圆出的是什么题嘞？而其他的明星又是谁嘞？关注芒果 TV， 9月18号起，每天提前推送一道明星出题，扎堆的爱豆总有一款适合你。赶快开动你的小脑袋瓜，来芒果 TV 报名参加百万秒问答吧！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明天出题的是哪个爱豆啊？报道。